是你吗？很需要一个笑容，时候好像那个目光亲吻着我。来，听得见吗？能。一会儿女孩子说话的时候啊，你就侧一点，这样收声效果更好。吴大哥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没事儿，我也刚到一会儿。哦，认识你很高兴啊。啊，很高兴认识。吴大哥，您别这样。哦。很开心能够通过救援认识叶医生。啊，很开心能够通过救援认识严医生。确实挺有缘的，不过在火场里真的好吓人。你好，请问需要点点什么？来杯气泡水就行。吴大哥，来杯气泡水就行。吴大哥是要点餐是吗？我刚才那句不是对你说的。我刚才那句不是对你说的。你说的啊，今天要多给我讲一讲叶兰在医院的事儿，好吗？没问题。小鼹鼠。罗杰。罗战。老吴。哦。你们这。既然大家都认识的话，咱们就一块儿坐吧。行，那一起吧。来，一起。吴大哥，您还记得在隧道救孕妇那一次吗？我整个人都慌了，还多亏有你在。当时这事儿吧，跟我没太大关系。但是对我而言，是您帮了我两次。就是在隧道救援那一次，我整个人都慌了。是你让我镇定下来。还有火场那一次。我都觉得我快绝望的时候，是对讲里你的声音让我找到了希望。不是，那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那事儿是刚才我跟您提那个霍岩霍副站长，他做的。习惯了黑夜，不敢期待明天有什么。厌倦了坚强，我有没有流泪的资格？是你吗？很需要一个笑容，时候好像那个目光亲吻着我。在你降临那刻，世界都亮了。 Oh baby, you're the only love。这世界很酷。